之前的感情可能让他受到一些打击，让他甚至是不敢再去接触到下一段。那我觉得已经过去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你自己放下，找出一个真正可能会照顾你的人，或是你愿意去照顾的人，继续过下半人生这样。好，我会努力，因为我可以遇到一个很爱我的人。可是说真的，我觉得很爱我的人其实很多，就是爱有很多种形式，不是说一定要是男女之间的爱才叫爱。所以我其实觉得我自己很幸福。我也有写个圈圈啊，字有点多，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念。我为什么选这张照片，是因为我觉得圈给我的感觉都是一个城堡，把自己关在里面的一个公主。但我觉得这一两年我发现她其实有慢慢的会愿意开窗，会愿意开门，然后愿意的出来走一走。那即便我一开始跟她也是不太生活圈不太一样，但她现在其实慢慢的都会偶尔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约一个露营，或者哎，我们要不要约一个什么东西？就是有问题就会找你。对，其实他也成长了很多，然后我也希望他继续的成长跟打开你的心胸。因为我讲一句很真心的，就是之前的感情可能让他受到一些打击，那接下来一些酸民的舆论跟一些记者大哥大姐们的一些压力，让他甚至是不敢再去接触到下一段。那我觉得已经过去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你自己放下，找出一个真正可能会照顾你的人，或是你愿意去照顾的人，继续过下半人生这样。好，我会努力。你一定要努力。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就是很坦率。真的。其实我偶然知道说那个君君还蛮喜欢我画的东西。我上一次帮女生画画是二十多年前，我画我当时的还没结婚的前妻，然后之后我从来没画过任何女生。然后我偶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仓促这样，所以我先随便用一个我现有能拿到的东西画了一个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对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哇，画得好好哦。好像哎，好像哦，好像大眼睛，比较粗糙了。这个我有时间我再画一个，对，我再画一个可以让你裱框的这样。我觉得很好哎。其实我当下就是不想要太认真的去看那个画，跟太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，因为只要一太认真进入那个情绪，我怕我会就像现在这样。所以当下我其实非常开心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多的人都很照顾我，然后很帮助我，跟很疼爱我。就是因为姐说希望我可以遇到一个很爱我的人，可是说真的，我觉得很爱我的人其实很多，就是爱有很多种形式，不是说一定要是男女之间的爱才叫爱。所以我其实觉得我自己很幸福。因为你拍要拍这样多，你可以等我告别式再拍吗？告别式要很清楚，我觉得你我是要告诉观众朋友，文明哥连睡觉的时候都这么帅。